位在重庆九龙坡区的逃亡酒店是一间十分有特色的酒吧，昏黄而舒适的灯光，低矮的沙发，华丽的毯子与抱枕，五彩缤纷，就像来到中东风格的帐篷里一样。柜子上一排排整齐而精亮的玻璃杯，分别搭配不同的酒款使用，十分耀眼。招牌的梅子酒带有梅子的清香与酸甜，所调出来的鸡尾酒更是受到女性朋友的喜爱，喜欢喝啤酒的朋友也别错过了这里的招牌黑啤酒，是人气酒款之一。不仅有好喝的酒，逃亡酒馆也提供可口的下酒小点与游戏，非常适合好友聚会一起消磨时光。